我们到美国的时候，每一次都会发生一样的事情。Is it yours？ 就是啊。Is it all your kids？ 是都是你的小孩吗？我怎么会这么厉害，可以生出六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？Hello, Vogue. 我是 Raisha, and this is What's in my bag. 第一个就是手机。平常用一个链子，我比较不会弄不见。我带小朋友们出国的时候，这个是我最最珍贵的东西，因为平常所有孩子们的护照都是在我这边，少了一本护照我就没办法回家。这是我上次带小朋友们去土耳其跟西班牙的比赛 boarding pass， 没有花函，我们可能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出国比赛，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他们。我们到美国的时候，每一次都会发生一样的事情。Is it yours？ 就是啊。然后第二个问题 ，Is it all your kids？ 是都是你的小孩吗？根本每个小孩都长得很不一样。然后我会说 Yes。我怎么会这么厉害，可以生出六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？拍立的，这是我在机场买的。其实我好多拍立的 camera， 我有大的，然后这个是最小的，最方便带。大家记一下，帮你们拍一张。我很喜欢这些 memories， 钱包里面不同的卡，全家人的照片。这是我们上次全家去巴厘岛，是用这个小 camera 拍的。我的 Ray-Ban 的墨镜，我非常喜欢戴墨镜，不是因为太阳大，是怕风大，我就开始哭。其实也是为了漂亮，因为有时候就坐飞机三十几个小时，黑眼圈还蛮严重的。充电器我有两个。有时候就是专机要飞三十几个小时，所以就需要两个。我很害怕到机场的时候突然要叫车去饭店，手机没电，就两台电池。水壶有我们的瑞星的 logo。 一整天在喝咖啡，没有很多，我只喝一杯，但是我会慢慢喝一整天。牙膏就是飞机上非常方便，它就是一颗像药一样，然后摇一摇，然后漱口就好了。iPad， 如果突然要写什么资料或我查什么资讯的 iPad， 小朋友很无聊，就会给他们可能看几分钟。这是我的笔记本，这边我平常都会写他们的身体难度这些的，然后自己飞机上也会看是不是。难度怎么做该比较好，在最快的时间做出最适合他们最有办法赚分数的动作。我的巧克力，这我的充电器，累就吃一点巧克力就好了。这个海球，乌克兰的选手最爱吃的糖果，乌克兰教练一直会请我帮他带，所以我会带很多。我去便利商店，然后卖全部，然后问你们还有吗？然后如果没有，我还去另外一家。梳子，一定要有的。像我的头发很不乖，有不直有不卷，所以我一直会必须要梳。我家里很多很多颜色，很多款，然后小朋友们也开始买这个梳子，真的非常好。Occupan， 这里有很多彩色的很可爱的 Occupan， 也有比赛可以用的素的复色的。这个我拜的，从小会陪着我，已经二十几年，生小孩或者有什么我都会拿出来它拜，它一直都在，不管我去哪里。这个很多橡皮筋，我身边很多小女孩橡皮筋最会掉的东西，有小的有大的。 Lemmer 的护唇膏很喜欢它，因为擦它嘴巴会有一点点重的，好像刚刚被亲这样。这是我的化妆师介绍给我洗手的，不会有酒的味道，所以很香。然
然后擦完手觉得好像擦完护手霜一样，但其实它是杀菌的。口红，这个口红我买了，因为很喜欢这个颜色。后来我发现这个颜色是221，因为我的生日2月21，所以刚好就觉得那它应该是 lucky one。我觉得我的包包真的超重的，真的可以连肌肉这样。That's what in my bag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